年级 P 台生，现在开始。特别紧张，然后台下有那么多人都在看着我，但是我已经尽全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了，就是不知道评委们会如何评价，心里特别忐忑。之前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急要稳，可真正上了台才发现这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我觉得他太僵了，很紧张。走的方式很特别，而且他虽然身高是矮的，但是不成为他的劣势。陈信哲走得不错，陈信哲和这个刘润南好像他们两个人走得特别好。那个赵志伟还 OK 的，我挺喜欢润泽的，一般般，就中间没什么，没什么表现。不是他没有理解服装的重要性，也没有想去展示服装。至少觉得蛮可爱的，就是。但是你搁在整体氛围里边特别怪。
我对这个女孩就长得蛮漂亮的，叫孟子义啊，就是蛮甜美的。孟子义还是不错的，走着走着我走的后面是漂亮的服装，还比较吻合她的气质，她走得很干净，在这里面不怎么走得最干净的人，我觉得还蛮好啊。孟子义呢，可以看到她的改变和进步，她确实在那一天晚上表演的也让我非常骄傲。